翅膀，指引希望，圣洁之光。晨雾暖茶香，花朵孩子迎风高声的歌唱，万物生长悲喜上，生命传递能量之光，去梦想故乡，神的故事总经历过了沧桑，不用害怕为守护变疯狂，竭尽全力享有幸福模样，风雨量会勇敢，春风拂花开不败，心上人从未离开，超越至高点，勇往向前方，大声的喊，突破黑暗，心就当这一道，糟糕，要迟到了！啊，刚才是有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吗？最近怎么老是发生火灾？我怎么觉得刚刚已经走过这里？最近我市多发火灾事故，天气干燥，请市民多注意。哥，这几天的新闻里都是不好的消息呢。真让人担心，总觉得这些意外和事故有些不同寻常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应该是暗影花精灵。小爱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刚好像看到暗影花精灵了。嘎咕嘎咕。哪里哪里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刚刚一晃就过去了。安安，你挡住屏幕了啦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同一时间发生这么多意外和事故，看来不是一个暗影花精灵干的。总觉得黑暗魔神有什么阴谋。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，身为花仙魔法使者，我们必须阻止这场混乱。喵喵。我在想库库鲁，之前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呢？嘎咕。安安，别太担心，我们一定会救回库库鲁的。是啊，安安，有我们在呢。大家，暗影花精灵每一次作恶都会影响到拉贝尔大陆，令神秘力量慢慢流失。再这么继续下去，天空树的根基将被动摇，女神也会有危险。
我们要尽快收服所有的暗影花精灵。花精灵联系着神秘力量和拉贝尔大陆，如果有办法收服所有的暗影花精灵，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还有库库鲁，大家一起加油。花仙的魔法使者安琪儿变身，花朵的精灵们呐，听从我的召唤，奇迹花儿绽放，光明世纪的力量啊，汇聚起一切的美好，魔法凝结，花仙魔法使者变身，爱心仙女温暖力汇集，智慧仙女的指引力汇集，美丽仙女坚定力汇集，爱心、美丽、智慧的力量，魔法结界。美人将精灵王未来力量回归，花之奇迹，蓝精灵王君隐力量回归，太棒了，安安，我们继续。花之奇迹，鬼精灵王爱丽丝力量回归，安安，太好了，又一个，还不够，再努力一些吧，邪恶的魔女。每天一下课就要四处追踪暗影花精灵，周末也没有休息，真的好累。安安有点太心急了，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大家体力都会透支的。安安，过来休息一下吧。这里没有，我们再去别处找。没事吧，你看起来脸色好差，不要太勉强自己了，我们已经收服不少花精灵了，不，还不够，必须收服所有的暗影花精灵，库库鲁在等着我救他，拉贝尔也需要我，不能停下来，是暗影花精灵。花仙的魔法使者安琪儿变身，花朵的精灵们呐，听从我的召唤，奇迹花儿绽放，光明世纪的力量啊，汇聚起一切的美好。
魔法凝结。你出来，我感应到你在这里。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花精灵王？回答正确，我就让你一睹我美丽的容颜。哎呀，都是最丑陋的。可恶，你竟敢说我丑。最爱美的花精灵王暗影加竹堂起立。我的美丽正是这世上最厉害的武器。花仙的魔法精灵啊，听从我的召唤，跟随奇迹花的指引，冲破一切阻挡，捍卫爱与和平，生不息，性不尽，爱不止，光明戒印。Try